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页，寄生第六大段。第二小段，所读净愿，即从第六首看起，第六首，见树叶茂，当愿众生一定解脱。而为因应前面我们看到了见高山，见带着刺的树，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树木非常茂盛，引发菩萨大愿，一定解脱。定是禅定，禅定是佛教修行的枢纽，只要是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乃至于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无量无边的方法门径都是修学的手段。修什么呢？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全都是修戒定慧，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的。那么我们学净宗，净宗用什么方法修戒定慧呢？我们选择是持名念佛，这个要知道啊！你念佛修的什么，你不能不知道啊！依照方法去念佛。这就是持戒。念到一心不乱，一心就是禅定，不乱呢就是开智慧了。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明白的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无论修哪个法门都是一样的，修成功了必然是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通通是一样啊！禅如是，教亦如是啊！持咒念佛亦如是，哪有两样啊？那么，既然都是修戒定慧，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呢？这是迁就众生，
根心不同。啊，你觉得哪一个法门你学起来方便容易，你就选择哪个法门。啊，所以个人呢根性不相同，所以佛才开这么个法门。啊，所谓是殊途同归呀。啊，无论多少法门。那么从书页呢，我们就能够啊体会到这个意思。树叶就比喻法门，哦，这棵大树啊，这个树叶很多啊，啊，就像是八万四千法门一样。你看，再多的树叶，叶长在树梢上，梢长在树条上，条长在树枝上，枝长在树干上，啊，干长在树那个树的根本上。你无论从哪个叶，你去这样观察，到最后是一个根本，你就晓得无量无边法门，通通归到一个根本。啊，那一个根本叫明心见性。那一个根本叫无上菩提。啊，可是你不能搞乱了。你一定要循着你自己这一片叶啊，它的梢啊，它的这个条枝啊，这个干圆到本，一直达到根。你一定是走这个路子。啊，在没有达到根本，法门好像是不一样，啊，不相同。大道了根本呢，就是一个了，啊，所以说是一个法门通了，一切法门都通了，啊，到什么时候通一切法门？像这棵大树呢？我们以这个做一棵树了，这是树了，这个是树的本，这个就是树的干。啊，里面有枝条，到达本就通了，到达根呢全通了。啊，这个就是叫你啊，一门要深入啊，你入的不深不行啊。啊，一定要有相当的深度，啊，这才通了。达到本，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教下讲的大彻大悟。那我们净土宗讲的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的，在树干了。是事业心不乱，没有到根本呢，根本是理业心不乱。啊，那么这些道理事实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我们选定一个法门，你自然就有信心了。啊，对于其他法门一定是非常尊敬非常尊重。啊，我学呢一定是学一门，唯有一门你才能到达根本，你同时学两个门三个门，你就想想那个树，那个树长的那个状况，我同时要求两个树梢三个树梢，你怎么能达到根本？所以佛家讲啊，这古大德说，十得一万事毕。这个识就是你认知，你真正认识，你真正明了，意思是什么？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达到一定的程度，全都明白了。啊，再跟诸位说，不但是佛教明白了，所有宗教都明白了。啊，事出世间也全都明白了。啊，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一切法是同一个根生的啊。啊，不同的宗教就像不同的本呢、啊，一个根它可以长成几棵树啊，但是几棵树啊是同一个根呢、啊。啊，那几棵树就好像几个不同的宗教啊，啊，事出世间不同的法了，啊，根是一个，一个根生。啊，这个是我们在丛林里面、啊、树林里面都看到啊。啊，同一个根，啊，它长了三棵树，啊，两棵树的、三棵树的、四棵树的、五六棵树的，哎，一个根长的。啊，你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啊，然后你再晓得，只要找到根。一切都同，啊，找到根的时候，它长了两棵树也好，三棵树也好，五棵树也好，找到根，那五个你就都同，全都同了。啊，道理在此地，所以事出世间法的学习，啊，最重要的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要不是常识，你的功力达不到根本。啊，我们就用这个树来做比喻，你是树叶，你深入一层，这是树梢啊。啊，这一个树梢。可能长有好几片叶子，啊，你到树梢呢，那几片叶子你就长不住了，啊，梢长在枝条上，你掌握到条呢，那你就掌握到好多个树梢。那条长在枝上，你要掌握到树枝呢，哦，那你就掌握到很多的这个树条啊，再要是掌握达到树干的时候，那你就掌握到许多枝。你仔细观察是不是这样，这你越深入啊，智慧就越大。曾经有人问我，什么叫教理，什么叫教义？这个问得好啊！啊，你要是深入到干、枝，都是属于教义啊，你能够通达局部。如果你达到根本，那是教理，那是一切通达啊。换句话说，你一部经，从一部经上通达教理的话，那所有一切经全通了啊。如果你达到教义呢，你可能通一个宗啊，一个宗派，两个宗派啊，你不能够通达全部。这个没有别的，都是用的功夫深呐、啊，啊，才有这样的境界显现出来，啊，
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修行呢，一个法门成就啊，一切法门具足。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定，所以他发愿以定解脱。树叶遮阴阴凉啊，取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中国谚语所说的一个人有福，大众啊都想他的福，这个人的地位越高，就像那个树越大一样啊，如果真正是有德行、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啊，他要做我们市长，我们这整个市几百万人都享他的福，啊，他能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啊。啊，如果他是省长，哦，那好像有几千万人享他的福。他要是国家领导人，那现在我们中国有13亿人享他的福，一人有福啊，那就好像一棵大树啊，我们都在大树之下乘凉一样啊。啊，这棵大树就是具足圆满的戒定慧三学。那么此地讲的定，讲的解脱啊，讲定决定有戒啊，如果没有戒哪来的定啊，因戒得定啊。讲解脱当然就是慧开了，智慧开了，智慧不开了，你的烦恼习气不能够解除啊。这个解就是化解、解除啊，化解什么呢？烦恼习气啊，我们华严里面常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解开了啊。脱是什么呢？脱六道轮回，脱十法界啊，脱离你看看这个执着解掉了，化解了，就放下了，就脱离六道啊。啊，分别放下了，啊，这解除了，放下了，脱离十法界。我们在六道里面贪嗔痴化解了，就脱离三恶道啊，啊，这是解脱的意思啊。解是对烦恼说的，脱是对于三途六道十法界说的。换一句话说，你的功力越深，境界越高，帮助众生，这叫教化众生，这个二为因应，就是众生得利益了啊，那个教化的面越广越大啊，教化的效果越显著啊，众生呢真正得福啊。啊，所以
我们真的也想帮助别人，怎么个帮助法？自己要真修，自己不真修啊，想帮助，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能力不够啊，很想帮助他，能力不够啊，这个道理要懂。那你要再问，为什么我修就能帮助别人？修行人用现在人的话说呢，磁场不一样，那个真正修行人呢，他所在之处这个地区磁场就不相同。你会感觉到的很舒适，很安全，这个地方呢，决定没有恐惧，这是很明显的，我们讲很浅显，你能感受到吧？在深一层来讲呢，修行人的这个波，跟一不修行的人不相同。不修行的人呢，烦恼习气很重啊，就好像说大风大浪啊，他没有一天到晚没有安全感啊，他的一生当中他没有方向，他没有目标啊，说实在话是他自己也不晓得活在世间是干什么。这叫迷惑，叫颠倒。修行人他这一生呢，他有方向，他有目标，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知道是吧？将来要到哪里去？所以他心是定的，他心是安的。心地是平静的，于是他的那个波呢，就是小的波浪，不是大的。虽然还有波浪，比起那个大波大浪，那他的定功显得就很深了。如果功夫在不断的向上提升，那么他心就越来越平静。到地上菩萨，还有没有波？有，很微很微细的，我们凡夫决定看不出来，凡夫看着了，他的心已经偏了，其实还没有偏。要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平呢？到究竟果位。这个在《华严经》前面我们讲的很多初住菩萨妄想就断了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是妄想换句话，初住菩萨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证到这个果位那你自己清楚，自己不是不清楚眼见色耳闻声舌肠胃鼻嗅香，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就是
初住菩萨，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如果还有起心动念，但是不分别了，也不执着了，这是我们十法界里面四圣位的菩萨，声闻缘觉菩萨，这四圣位的。啊，如果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了，执着没有了，阿罗汉。啊，还有执着，六道凡夫。啊，执着越重越往下面去，执着越轻呢就在上面，这就是六道啊，天道执着最轻啊，人道就比较重啊，畜生道更重，最重的是地狱道啊，你就想想那些执着你要不要放下啊，严重的执着要不肯放下，地狱道的众生啊，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别的，你选择一种方法啊，就是你用这个方法去学习，学习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你不断向上提升了，你这个一放下了，你的心就清净了啊，所以放下执着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楞严经上讲的九次地定啊，啊，这个定分成等级啊，这个六道里面有八个等级，叫四禅、四定、四空定啊，通常我们讲四禅八定八个等级啊，第九个呢就是阿罗汉所证的啊，我们称它为第九定啊，九次地定啊，那么再往上去辟支佛证的啊，再往上去菩萨证的啊，总要不断向上提升的 啊依照修行的方法，认真努力去做啊，这个属于戒学啊，你得定，定就能开慧，小定开小慧，大定开大慧啊，随着你定功夫的前身，智慧不一样可是到了一真法界，也就是脱离了十法界了啊，脱离十法界就到一真法界了，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或者念佛人呢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跟华藏一样啊，都是离开十法界了，离开十法界了，在一般讲的是平等了啊，虽然平等，给诸位说定功智慧还是有差别，但是那个差别不显著不要说六道众生看不出来，四圣法界也看不出来
只有在一真法界里面的人，高层的知道下层的，下层的不知道高层的，那什么原因呢？清凉大师在这个经注解里头告诉我们了，无明习气有后波不同啊，无明断了，习气没断。华严经上41位发生大事，这41个阶级是从哪里来的？从无明习气不一样啊，这样分出来的啊。习气不碍事，所以你在形象上看完全平等啊，那里面呢，那确实还是有差。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我们看这个一真法界是平等世界啊，41位发生大事平等世界啊。那么这个音量就大了，你看看，初住菩萨，这是刚刚脱离设法界啊，他就有能力。随心应量，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自自然然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他就能到九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有感，他自然就现身。现什么身呢？随感的人，那个感的人呢，他是求佛。他就现佛身，求菩萨他就现菩萨身。给诸位说，他自己并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随着对方的感他应，对方有心感，他是无心应。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有心感呢，求佛菩萨我们容易懂啊，佛菩萨无心而应可难懂了啊。为什么呢？佛菩萨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那妄想就是起心动念，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那个因盖就那么大了，盖多大了？遍法界虚空界，对，那真叫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众生只要有感，他就有因。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这是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师印，诸位要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他已经透露出这个讯息了感应在哪里？感应在一切时一切处所以这个宗门大德了，开悟之后啊，他所说的那个说的话
你要是真听懂了，你也就悟入了。没开悟之前，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到处去参学啊，苦不堪言呐。一旦开悟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呢？你六根所接触的，没有一法不是。是什么？心性啊！一切诸法唯心所现，你明白了。什么叫做心？你知道了。为识所变，心能现，识能变，你通通明白了，就叫明心见性了。现在哪里呢？一切相原来就是心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这一切相呢，通通都有应。我们起心动念是感，所有一切现象它都有因。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是迷失了自信，所以你看不出来。如果你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换一句话讲，像水一样，表面呢已经平静，没有一丝毫波浪。还有习气，习气是水下面还有动，还没有完全安静。水表面是平静的，所以下面还有暗流。但是那个暗流与这个水的这个照的作用啊，没妨碍啊，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这个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照在里面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照的作用，它不妨碍照的作用。这个境界就好比是明心见性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心不清净，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我们的水是大风大浪，所以照的这个有啊，是在照啊，但是自己不晓得。自己对于境界一无所知啊！把这些虚幻不实的境界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生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想控制，起心动念想据为己有，全是错误。佛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啊。那既然自身是已经是虚妄了，那何况外面境界呢？当然没有一样是实在的。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明了。从这个地方你细心去体会，定越深，智慧越大。
你能帮助一切众生这个能力日强，一定是道。解脱是法界，你的功力才算是圆满了。不到这个境界，你帮助别人是有限的。到这个境界，帮助别人是圆满的，是自在的。你能够教化设法界的众生，那我们用念佛的方法能不能达到？能，念到理一心不乱，就圆满。可是理一心不乱呢，真正不容易，那就是要找树啊，找到根了。理一心不乱是根。事业心不乱呢，也都不容易啊。事业心不乱，证阿罗汉果啊。那我们今天能够做得到的，功夫成片，这个叫待业往生。事业心、理业心不待业。也消掉了，见识烦恼断了，不带见识，离业心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一品了，那个不叫待业，所以待业是指功夫成片，我们念力。念力成就了，无力就成就了。你看，无根无力，信尽念定慧，我们的念力能够扶住烦恼，这个无根产生力量就管用，你有五根，五根没有力量，控制不住烦恼习气，这不能往生啊！诸位要记住，信尽念定慧有了力量了，能够控制烦恼。虽然有烦恼习气。它绝不起作用，全把它扶住了，这个叫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决定往生啊！而且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到极乐世界神通道力定功智慧就好像跟那个地上菩萨差不多这个是净宗无比殊胜这个能力不是你修成的是佛菩萨加持的阿弥陀佛加持的其他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真的是慈悲到了极处说老实话他在因地修行
也超过诸佛如来。果上成就虽然是平等的，从理上讲是平等的，实际上在应用上讲呢，智慧德能愿力不一样啊，我们能不能往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心真心静，静是我们讲的不间断了。念不夹杂了。定一门深入啊。智慧呀。与佛同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也发四十八愿，那是真实智慧。三字两里面，信愿行，你统统去做，心。是弥陀心，愿是弥陀愿，不夹杂，不间断，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什么原因呢？你细心去观察，这几个条件他不去做，那是不是？有口无心古大德所谓的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喊破喉咙也枉然就是说的这桩事那么今天我们初学从哪入门呢那你就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苦口婆心为大家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为的是什么帮助众生觉悟啊你今天信愿行三个字不具足或者是信愿行我都有但是都是功夫不得力现在人家是力度不够信的力度不够愿也不够行也不够达不到往生净土的那个标准原因在这里好处有没有呢好处有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结了个缘这一生去不了那你要是你要问什么时候去了呢什么时候你这个信愿行的力度达到它的标准就行了标准是什么呢我刚才讲的信静念定慧有力量了有力量可以把你的贪嗔痴慢疑扶住
啊，换一句话说，你的舍我佛住了。啊，舍我佛住是你十善现前。三归迷邪然佛住了，觉真境现前了，啊，迷邪然没断呢，啊。啊，只是扶住啊，啊，它不起作用啊，就行，这就能往生，啊，这叫功夫成片，啊，所以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啊，功夫成片的人不多啊。你要问为什么？实实在在讲，分别执着太重了，啊，我执太强烈了，所以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事不满意，这个就是你放不下了。你要真正能把执着放下了，看什么人都顺眼，看什么事都满意，你的表现是心平气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啊，在这个里面得到了心平气和，你这是功夫并不是很深呐，这刚刚得力了，刚刚达到功夫成片了，啊，但是这样的功夫就决定往生，啊，这个功夫里面也有三倍九品。啊，上三辈的好啊，往生自在啊，啊，所以这个往生自在的，说实在话，功夫并不是很高。啊，成片里面的这个好的，就达到这个程度。自在是什么？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多住几年不碍事。这叫什么？生死自在。佛法里面称为了生死啊，生死这一桩事情啊，了了，也可以说是明白了，通达了。啊，明白通达之后，有没有生死？没有生死，换个地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出外去旅行一样。我们离开香港啊，明天就到达美国了，就这个意思。啊，我离开娑婆世界，啊，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生死。啊，这个肉身不是个好东西，所以臭皮囊啊，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东西丢掉了，不要了。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活着走的，啊，绝对不是说死了走的，没这个道理。再跟诸位说，同一个道理嘛，六道轮回。你来生到哪一道也是活着去的啊，去了之后身体丢掉了，一个道理 啊你死了到恶鬼道，你自己清清楚楚 啊你的灵性去了，身体不要了，堕地狱也是如此，变畜生也是如此，啊，升天也是如此，往生也不例外啊，都是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可是怎么样呢？往生，你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六道轮回，无论到哪一道，你自己做不了主。你自己能做主，怎么会去三恶道呢？做不了主，啊，是吧？业力牵引着你，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业力，是愿力，心愿行，愿力啊，佛来接引了，你跟佛走了，啊，愿力不是业力，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到极乐世界，你才找到了根本了。哦，那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神通道理都显现了，你才能真正照顾你的家亲眷属，真正能帮助他。啊，这就好像树荫大了。啊，乘凉的人多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